二年73岁嘅御用乐舞马海伦喺处境剧《我回家之开心速递》入面饰演清洁部苏姐，但现实生活入面佢系名副其实嘅隐形富婆，身价逾半亿，屋企住半山豪宅，亦有唔少名牌手袋，生活富贵。近日资深传媒人汪曼玲出席慈善斋宴，当日黄淑仪、陈洁玲等等亦有同场参与。汪曼玲分享多张合照，见到马海伦气色好好，望落又非常后生。汪曼玲就透露马海伦幸运中奖，马海伦非常开心咁晒出劲大粒珍珠耳环，横财运好强，真系福气满满啊！珍珠耳环仲好衬佢添。